韩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电影《少女嘉禾》的导演周隼，很高兴我的影片可以在首尔女性影展上和大家见面。韩国有非常多我很喜欢的电影人，也有我很崇敬的导演，非常遗憾不能到现场和大家交流。《少女嘉禾》是一部关于一个13岁的女孩遇见了误杀自己妈妈的男孩之后发生的故事。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尝试去探讨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在知道自己犯罪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之后，我们还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第一部影片，谢谢。 Hola Corea. Hi there. I'm Sol. My name is Heather Young. I'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pop music.